董浩，著名主持人，与赵忠祥在同一单位工作多年，他将爆出怎样的幕后故事？而互为知心好友的他们，今日在节目现场又将为我们讲述怎样的兄弟情？我们呢，无话不谈。对，在我心里。妹妹，我怎么说还注意？我跟你说话注什么意啊？是不是？